台北的女生走路真的没有很多，我们出门的时候要聚餐，楼下 Uber 就在等我们了，之后把我们送去吃完橘色火锅，楼下 Uber 又在等我们了，因为我们要去搜狗钱柜续团。台北的女生脚不落地。最近有一部剧《台北女子图鉴》上线了，前面两集我都看完了。我个人认为台北人看完应该会觉得没感觉，甚至是有点瞎。里面有超多刻意丑化台北人、矮化南部人的地方。OK，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，我要继续帮编剧加强、延伸一些台北女生的特征。台北女生啊，走路走得多，这样的情况我也遇过。我是用三秒加硬给他粘回去，撑到下班才处理的，好厉害啊！怎么会有高跟鞋断掉的剧情呢？太奇怪了吧！我们台北女生精致穷，我们就是喜欢鞋子买很多，然后都买很好。通常拿出来穿或坏掉，就是因为太久没穿，所以会呼起。所以高跟鞋断掉真的比较少见啊，基本上我们都是卡在水沟盖。台北的女生走路真的没有很多，我们出门的时候要聚餐，楼下 Uber 就在等我们了。之后把我们送去吃完橘色火锅，楼下 Uber 又在等我们了，因为我们要去搜狗钱柜续团。续完团，楼下 Uber 又在等我们了，因为我们要去吃小李子、新洲小菜啊，或者是去吃陈家凉面啊。吃完，楼下的 Uber 又在等我们了，再把我们送回家。台北的女生脚不落地。台北女生看起来好不一样，她们都有自己的样子，在这里充满各种可能。台北的女生都很有自己的样子，没有，台北的女生差不多都是那个死样子，例如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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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基本上我们拍照的时候，包包 logo 一定要转正面，现实动态一定会用洞洞，庆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大面的生日气球墙，周末假日无聊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宜兰打卡，再标注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你怎么觉得你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？我认识时尚很多相关的品牌，然后我也有参加过一些业界的校外研习，所以就是没有实习经验。没有，我觉得这个女主管演的有点太客气了。我们台北的主管更直白，问你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，这其实只是一个基本题的。你当然要天花乱坠的说，哇，我做过什么大事业啊，我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，这只是一个基本技能。画虎烂就是台北的生存之道。比如说，买淘宝的垃圾回来放在虾皮卖，这叫做电商品牌；买星巴克自己再拿签字笔上面写温馨祝福的话给自己的那些网美，叫做社群经营；唱歌的时候拿着一个杯子到处倒酒串门子，每个包厢都不付钱的人叫做交友广阔；各种兄弟闺蜜标记限动转发，那只是我们的一般社交生活。只要你懂得包装你那些恶劣的行为，你就是一个称职的都市人，这样懂了吗？回归正题，台北的主管根本不在乎你有什么工作经验，反正叫你来面试之前，他早就知道你才大学刚毕业嘛。不管怎么样，基本工资开始领就对了，也不怕你出错，因为重要的事情根本也不会交给你啊。星座、长相跟老板有合拍比较重要。我看你这个妆，你应该不是台北人吧？就你这个妆，你去应征100家公司都没有用的。No, 没有人会说看你这个妆绝对不是台北人，因为台北人想要排挤你的时候绝对不会用外表攻击的，他们会用那种不经意的影射，然后打从心里的诧异说，哈，这个你不知道哦，哈，你不知道国馆，你高中大家都去那边练舞啊，哦，53号你不知道，哦，是哦，屏东没有卖哦，哦，馆卖你也不知道，我们这就大家都在那边补习啊，管卖管钱在麦当劳啊。你看，我跨年的时候都会邀我朋友来我们家玩，你之后也可以来哦。是啊，很近耶，还蛮漂亮的。台北人根本不会很直白的跟你炫耀说，哦，我家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得到101。No， 台北人的炫耀是要带一点低调的奢华感的，它不能太明显，又要有那么一点点的隐晦，这才叫做台北人讨厌的地方。基本上呢，你问一个台北人住哪里，好一点的就会说，哦，在芝山啊，其实他隐射他在天母。哦，我住松山区啊，但不是捷运站那边，那叫做民生社区。哦，我家很偏僻啊，北投那边山上那边蛮偏僻的，可能是阳明山别墅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啊，就仁爱圆环那边嘛，就是你知道那个冠德建案。那假山林那边你知不知道？桃竹影园的区啊，就我们家那边嘛。和平大院啊，和平大院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那一些讨人厌的台北人呢，打从心底的认为别人要很知道详细的台北地理位置，甚至是他家的建案名称。你觉得李承恩为什么不收我们的钱？你以为他看不出来我们什么钱都付不起吗？
我跟你说，这样演就对啦。我们台北的女生就是喜欢吃喝，都男生付钱，然后再嫌他没钱把他甩掉啊。我们长那么漂亮，怎么可以没有男生请客？不会帮你打理三餐的男友是不会有女生要的。台北的女生为什么喜欢买小费包？里面装可爱，装不下钱包，这样就不用付钱啦。我是谁？对不起，我想要的更多。这一趴完全没有要反驳的，但他揣摩的非常非常的到位。女主角绝对不是因为自己爱慕虚荣，所以才把那个面店的男友甩掉的，她绝对是被台北玷污了，都是台北人坏坏。